1949年9月30日，毛泽东等开国元勋文明英雄纪念碑奠基，天安门广场有了第一座为人民而修造的建筑。三年以来，是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稳追不休。34年以来，是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稳追不休。由此上溯到1840年，陈老时期为了反对内外敌人，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，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稳追不休。